手账富婆姑脸 vs 手账穷婆姑脸。富婆拿出姑脸素材，入手了貌美的姑脸本本，里面都是漂亮的小姐姐，好看的姑脸贴贴，bling bling的宝石贴贴，再配上我贵贵的化妆品。穷婆拿出姑脸素材，穷婆好像啥也没有。有了，这样就有道具 PK 啦。哇，你接什么姑脸啊？待会你就知道了。富婆开始姑脸，从我的姑脸后宫选一个仙女小姐姐，就这个带蝴蝶结的小仙女吧。从眉毛开始咕咕咕，再来双粉色眼珠子，粉中带紫的眼妆，小仙女专属颜色。眼睫毛嘛，要浓密且长的，扑闪扑闪很灵动，美美打个腮红，贴个小星星，粉粉口红安排上。接下来托尼老师出场，浅紫色蝴蝶结，再配上粉色长发，衣服也炫个紫色，最后戴上美美首饰，富婆的姑脸完成啦，是不是很气质呢？穷婆开始姑脸，这太难为我了吧！不管了，先姑脸再说，让你们见识一下我这双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术手。哇，穷婆妇的脸也完成了，一位是温柔的小仙女，一位是中国风的美少女，你们喜欢谁姑的呢？喵呀、yeah!